Hello，大家午安。现在是美国时间的晚上，大概8点左右。然后呢，我还没有给大家看过我的房间，因为我房间非常非常非常的空，就像你现在看到我后面这样。它应该是两人房的房间，但是因为我申请的是一人房的房间，所以说就变得非常的空旷，所以我可以自由发挥。我今天去看了其他同学的房间，Oh my gosh，我真的是吓死！他们就超爽的，他们直接把那个电视搬到宿舍，然后还搬什么 Switch 电动玩具那些东西。然后重点是我房间什么东西都没有，我看到我整个超级羡慕、超级嫉妒，就好希望我的房间也是这样子。但是我已经大概整理一下我房间，今天让大家看一下。这是我平常读书的地方。好，在美国，我现在最不习惯的事情就是他们的钱有分小，有到小数点，但在台湾就没有，所以就是我只能用这种方式来记得，就是他们的一个，就是他们的 1 cent, 5 cents, 1 dime, 1 quarter，我还没有 50 cents piece，对，大概是这样子。然后，因为我很常会需要洗衣服，在美国洗衣服的话，通常都是需要用到 one quarter，你需要3个 one quarter 来，启动那个洗衣机，然后1个 quarter 来启动烘干机，加起来就是1美元。然后这个是我平常吃饭的地方，有的时候食堂没有开，就像我学餐。没有每一餐都买，我就可以在这边煮饭。大概是这样。这是我晚上睡觉的地方。因为我当初来美国的时候，我只能够带一个小小的毯子，所以我现在睡觉只能够盖这个毯子。我冬天的时候要换大一点的棉被，不然我可能会冷死。好，我的柜子也是蛮空的，其他同学都有。他们都有买那个布帘，就是空空的这样子。另外一边也是，但我觉得我放的蛮整齐的，就拍一下。The next day，我现在呢要准备去餐厅吃饭哦，我没有准备抱歉。我现在要准备去餐厅吃饭，顺便让大家看一下我们的 cafeteria 长怎样。And some mashed potato, just one. Thank you. Yes. 2000 years later，走回来了。